猴头菇，啊，这是鸡，哈，啊，这是甜点。我拉着你哦。哎哎哎！因为他们都吃便当嘛，啊，我说煮的一些不一样的菜给他们吃，而且又过年了，好啊，吃热滚滚的菜这样比较好。这个米糕啊。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，感恩不尽。师傅吼，阿公爱阮煮一个小小给恁吃，没有八宝饭，还搁一个小汤。恁安尼对阮足好诶，足感恩诶啦。真正我唔知影要变哪，甲恁感恩真好啊。台湾的爱啦，这老人家就如自己的长辈一样的敬老，对于。一般的啦，这种穷困孩子的家庭，或者是有病的人，他们呢，都把他的年货啦，很充足的年饭也送到了，总的是哦，也是很温馨的，让每一户提早过年。90多岁的妈妈牙口比较不好，因为狮子头里面豆腐啊，它会比较软嫩。照顾户很多都是病弱者、独居者，家户人口很少的，帮他们热了几道菜，然后哈亲自送到感恩户家。如果没有师兄师姐这么多年来的帮助，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今天。一次呢，期待了慈济人的爱，要发挥，感觉到有感觉，那就是温馨的；有感觉的，就如亲人的关怀一样，所以很安慰啦。台湾这爱啦，还是永远领先啦，很细心。叫师师爷，感恩哦，阿弥陀佛。我能力高，啊，你那人较细吼，你接管的伊就较歹用。哦，怎啊真水呢？啊，你真好呢。我把你打扫干净了。嘿，啊，我足清气。有有，你叫你叫，安吉足好势。安尼吼，哇，真的呢，这头发足好个呢。住伫遐，拢足遐少些人。台湾呢，又领先了一步，这种家庭的安全的设备，清理它的环境，这是台湾的特色。所以哈，为善要竞争呐，但是呢，要虔诚，不是哈为利竞争，我们为善竞争。我们带动起来做典范，把他们的家里的那样的安全措施，真的呢，我好感动，也很开心，也是呢，放心多了，感恩人人呢这一份体贴爱心，做到了，人人都能有所感觉。其实阿嬷被骗过，她也很怕，很怕。我们都跟她说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可是做好了就开始要跟她要钱。啊，甚至我们第一次帮她做水泥，做完了之后说这啊爱刮这钱哈，我唔免啦，这是唔免钱，我紧啊。很可惜，就是浴室这一次没有装成。对，我们希望未来如果有机会再跟她互动更深，可以来跟她。为他更打造一个更安全舒适的环境。其实我们帮他们装扶手或是其他需要的一些辅助，其实那只是一个方式而已。但是我觉得他们真正需要是我们去抚慰，他们需要有人去陪他聊天，然后听他讲他过去。那我觉得这是相辅相成的，然后两件事情同时做，然后我觉得这样蛮喜悦的。总是呢，付出就是。最实在也就是身体力行，也就是
我天天呢的这个善信愿行，我们的善念呢、啊、要相信善，善因善果，哈、哦，那善言善报，一定呢因缘果报。我天天呢都在比了完整的爱，这一念心啊，一定人人呐、啊、要信受奉行哈、哦，没有做不到的事，相信信愿行，你相信呐、啊，你发愿呐、啊，有愿呢、啊，没有做不成的事。